交给韩哥。哎呀呦呦呦，叙旧呢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对对对，又是一年，好高兴啊啊！哎呦，刚才你们唱歌的时候把我眼泪唱的哟。嗨，就是嘛，这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张伟。Hello， 我是一博。这其实特别开心啊，也感觉到时间特别的快。你看啊，到明年，2024年，我们跟一博相识就已经有10年了啊，好快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见面的时候其实有好多话讲，但是我觉得唱歌很辛苦，有好吃的，那准备了好多好吃的，你的糖醋排骨是不是？还有葱油面，太棒了！又回来一块吃饭，来拿筷子，拿筷子啊！是又有钢铃的啊！啊对，然后拿筷子，可以可以。葱油面，这都是我平常在那个化妆间给你们做的东西，是的，爱吃爱吃爱吃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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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，再拿筷子，再拿筷子，哎，来拿筷子。对，上手使、啊、开心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在一块儿的时候，那是饿不着肚子，那饿不着，那不能饿着他们。那个又一块跨年，好开心，好开心的，吃的也爽啊，开心啊。嗯，对，哎，其实你们慢慢吃啊，我特别想替观众来问一下，你看过去的成绩啊，显而易见。您说啊，明年打算做些什么？明年还行，今年不是开了好多演唱会嘛，然后希望各位呢明年还有是吧，希望各位都来，我们能一起继续开心，就是这样的。好的，对，一博呢对，前段时间也发了新歌，等一下会给大家一首新的单曲。哇、哦、今天就要唱对不对？哇，太棒了，赶紧吃，赶紧先垫个底儿。哎，接下来让我们来有请另外一组我们的好朋友陈楚生、张远还有笑亮。